宇，我跟你换。你要九九，你是九九吗？我是九九。好啦，因为超级默默的耶，他默默还活着，他默默一直拿一块钱一直活着。因为领两块钱有人会阻止啊。因为就是对整个就是默默牌。哎，我拿一块，杰克两块啊，杰克去做事。我要偷吗？你要偷吗？我他要政变吧？他想政变啦，他们应该没有想政变。那我拿走，那你去政变。他政变，你的钱又放回去了，有没有？你就难过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个那个哇，超啊！我不弄你，我杀云月。哎呦，你怎么杀我？我刚刚帮你挡刀，你这样子对我，放开他！哇，你是他？哎，他是政变啊，杰克是政变，政变啊。哦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还有一张刺客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说因为还有一张刺客，第四张不是乌人了。我在压抑这一个，我在压抑这一个。真的，等一下开刺客。他今晚好奇你的牌是什么？刺客好猛哦！哦，还差一次还没出来哦。嗯，对啊，换我了是不是？对，要刺杀了吗？是金小明，就哈基手上其实是刺客。刺客，对啊，然后就可以狂杀。好，再来，他可以杀三个人。开外，杀杀杀杀！我会觉得隐月搞不好有刺客，你知道吗？隐月下去吧，大使。隐月下去了，隐月下去吧。我难过，哇！我应该先捅你的哈基。哇！现在是有钱换杰克的关系，有钱就赢的人。杰克好、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超短，我开始偷你了。好，那个市井小明拿三块啊。嗯，我们现在两个 ATM， 一杰克一个。对啊，两边。哎，两个 ATM，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那个了？我们是不是要合作一下？三，这个很爱乱偷钱的哈。你要领来？很爱乱偷钱。要下去的。啊，偷两块。好，那个是大事。来了，三块了，一。三，再来三块，一二。杰克好忙哦。对啊，杰克，你来偷谁的？偷谁的都不对哦，两边都已经很多钱了。我就偷同一边，因为两边偷我会更亏。好好好，来啊，三块钱，三块钱。啊，阿基，哎，不对耶，不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我死定了，换我，我现在杀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就会杀我，他就赢了。对呀，我被将军，那不是对啊，没有，我现在六块啊，没有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六块呢，所以杰克一定要想办法先下去，不然我们都谁都会先死啊。对啊，哦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杰克弄下去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又火了，杰克下去，因为你两张啊，你两张杰克六块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两个船长哦，对不对？再偷啊，我继续偷，来偷来偷，你有两张最好。啊，我就随便弄弄掉。就猜嘛，没有，我觉得杰克会先弄你或弄团团，杰克会先弄我，因为我的钱，对他钱比较多。对啊，他弄哈基的话，他就下去了。嗯，他不会用哈基，他弄团团的话还可以多玩几回合。对对对对，换你了哈基，我拿完钱了。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嗯，到是七块了。你在算回合吗？你在算回合吗？对，我觉得其实杰克好像杰克会赢啊。有吗？一二三四五啊！对，因为他拿两块啊，哈基拿一块而已。你只能拿一块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扣七块，他一块。哦，那杰克应该赢了。杰克赢了。杰克赢了。快转账！我可以偷看底牌吗？你自己看，可以看。我看一下。现在就是猜，如果杰克那个不是队长，或者是如果有人跳出来质疑他的队长的话，为什么？那就重新洗牌。对，就是团团跳出来洗牌，有没有？你一张一张拿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他的回，他的回合过了。对啊，我过了，没关系。该换哈基了，换哈基啊！莫非哈基要牺牲吗？来震我，震我，快点！震遍我，震遍我。我也想看，震遍我。哎，这个底牌烂透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们应该没大事。好，震遍。好，出来喽！市井小明在这里。好，波波队长。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对，让波波拿。不会，然后给别人很稳呐。哦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回合先到哎，哎，应该哈基没有换哈基了，换哈基啊，你三回合要到啊，那你要质疑他的投钱吗？哈基好烦哦，要质疑吗？
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队长现在就只能质疑了。没有，不一定。这个哈基会先到。这边还有两张队长，三张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哈基应该会先。哈基会先到。我觉得哈基会先到哎、欸。哈基到啊。对啊。因为我这怎么偷我都偷不赢、啊。对啊。三块。对啊，都哈基先到了、啊，哈基到了、啊，那就直接翻牌吧。哎，刚刚是我知道，我真的是队长、欸，哇哇，中队长。那请问底牌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你看底牌是低烂。三分之一是四分之一的几率。不、啊，太神了吧！你知道为什么开局是有？我开局抓两个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麼我大使翻回来翻两张那个翻两张公爵。哇！你为什么要抓我？让我玩一下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因为太多人跳啦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我就随便 抓一下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说我这一回合玩四个职业之类的嘞。太多职业了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要投钱，我挡，我要拿三块钱，然后我就刺杀人，有没有？我什么都要，我什么都要，你全都要，全都要。哎呦，哎呦，白痴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他好帅哦！哎，哎，这个钱，哎呦，不错，钱变少了，还是要把它丢下来。哎、啊，我卡住了，什么牌？哦 ，no！ 所以从阿基开始吧。嗯，阿基，我是队长，我都杰克钱。哇塞！哦，你大使、啊，大使，你要拿一张出来，哎，你是大使，是我黄涛。嗯，你好。你真的是吗？你是吗？你真的是吗？不要拿伯爵夫人在那边开玩笑哦！乱挡哦！尊重伯爵夫人哦！尊重哦，跟你讲，尊重哦，不然他等一下就配笨。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嗯，换起来。你真的是吗？哦，好霸气哦！我现在腰好酸哦。他真把大使抽回来了。等一下哦，哇，我的手抖了，你不要抖，不要抖，快戴手套之类的啊，压抑住你的力量。我是市井小民公爵，我要赚三块。你又来，又来，我就市井小民嘛。你又来，我就是小民嘛，我就是小民啊。你们小民，你是那个小民吗？你是小民吗？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OK， 你换，你换，你换换，你换换，你坏坏。我帮你稍微。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我的牌突然丢了一下。我可以四张都不要吗？这样子。好了，好了吗？换我了哦。我还没。那我要当商人赚钱的哦。好，一块钱吗？一。我又赚了一块，我还要再赚一块。啊，你也是公爵是吧？对，我赚了三块，两个公爵了。啊，换牌换起来啊！大使喽、嗯，大家都大使啊！哎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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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飞出去。慢慢拿，慢慢拿，慢慢拿。酱油拿牌，来，我再拿一张，你们不要执着、欸。拿三张，拿三张叠了。对对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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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再拿一张啊！你刚拿到三张，他刚刚拖着整叠，他把整叠拖着。你就放到框框里面，看到框框就放进去就对了。你的大使是 SSR 吗？我怎么看到一张啊？看不到，为什么看不到吗？看到一张，这边二啊。你告诉我，你看到第一张，我放回去。我看到你的方向从左数过来第一张。你手放在上面就好了，手指指上去就好了。你手指我看到这张了。完蛋了！请说出他的身份。啊、那是队长。你要不要换啊？你要把我不知道、啊。那杰克你，你用你的手遮住他的牌，不要看。那哎、欸，那你现在看，你把你的视角往上拉一点，拉看不到他。对你不要看到，看不到，你不要看到他的牌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哈。我已经整个跑出去了。我往下拉，我也看不到啊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看得到？怎么看得到？你照理来说是看不到。我拉，我拉，我拉。看不到，现在看不到，现在看不到，现在看不到。你怎么那么坏？你的荧幕是不是有装什么美国科技啊？美国科技，基克拉吗？好，好了，跟我讲的，放回去。好了，好了，好啦，好啦，来。好啦，我，
好，我也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哇，四个大使了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大使都出来了，要输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你要干嘛？对呀、啊，你说，你要质疑吗？不要。等一下，还那么大声，然后说不要。我不要。我也想要换牌，我也大使，我也想换牌。那你就换啊，你等一下换啊，你就换啊，你是大使你就换啊。没有啊，如果你是大使，你就可以成，还照样可以换啊。嗯，别人质疑你一样换啊。是，白痴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要先赚钱，我要赚一块钱。哦，好好，一块。我是友善的好妈鸡，妈鸡。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哇，又换牌啦！你们是等一下，你们是想把大使全部换进去吗？再也没有人可以换牌了。对。学者都没人换牌啊！休想！哎呦，搞到最后大家抽到大使，如果身上有大使的就惨了，有没有？怎么换都是大使，完了换不出去了，完了全部都是大使，四个大使跟在你旁边说你要换牌，好，你决定换哪张大使？你要换哪一张呢？好了，你要换哪一张呢？今天谁当大使呢？杰克，请出你的大使吧。好的，大使，换牌，那么多大使，这一回合有六张大使 ，OK 吧 ，OK 吧，你换，你换，大使，你换，哇，你换，你换，你换，不行，好厉害，哦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，你说下一回合不可能有大使，真的，这骗人哦。嗯，好的吗？可以讲一下我看到什么的，但你们不一定要相信我吧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啊。我刚看到没看到大使呢？哦，没有，我刚刚换也没看到大使。哈哈，换我了吗？换我了吗？你要赚三块，对不对？我市井小民赚三块。哇，他等下开刺了。他身上一定有刺客。三块，这么多人都可以拿三块哦！你看我又有大使，又有三块，又可以换牌，真的。快杀！然后下一回合又可以偷人，有没有？那我要赚钱喽！你也拿三块，赚。三个哦，对呀。我赚一块就好，谢谢。你可以说你是大使啊，我是大使，我要赚一块钱。有人吗？没人敢抓，因为排骨里面没有人。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。嗯，跟你讲，我拿两张大使哦，你信不信？是哦。对呀，我上两张大使哦。那我要来刺杀你！你要来刺杀我？我要用换，我要用公爵杀人。换宝宝，换宝宝，我哪一块？哦，我公爵，我拿三块，四个公爵，四公爵啊！我的牌都打爆了，有人在说谎啊！有人是谁呢？谁在装呢？你拿一块哦，我是不是钱有点多啊？我用一下好了。可是我要跟谁结怨啊？这好像很坏啊。你很坏，好坏。我思考一下，我要政变小雨。小雨什么？没有啦，就因为你钱最少。我还好，最少了，你还要政变我？还好我有三块，还好。还好我有偷过一些比较威胁性的吗？钱少的比较不会被反扑。他好反逻辑，我跟你讲。我想想，这个是什么？队长。哦，你队长呢？哦，那你大使呢？嗯，你猜呀、啊，丢进去了，丢进去了，丢进去了呀，是不是换进去啦？白痴，换我了哈，嗯，对，你要拿三块哦。好啊，你这个提议不错。哇哇，你好多钱？没有啦，等下就花掉了。音乐杀人哦，
杀人喽！要殺人囉，开杀了！杀人喽！快杀了！我来看看谁比较好杀哦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要了！这个声音张牌的是吗？老师，有人举手！不要了！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如果你之后有问题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帮你，真的。你之后有问题的。如果有人想用牌害你的话，真的啦！哦，相信我。好了好了，何老师，那就哈基下去一招。何老师，为什么我？我终于可以帮你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帮你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帮你哦、喔，我也可以帮你。我帮你倒茶，我帮你倒茶，我帮你订晚餐。我已经付钱了，你请下去。哇，大死吗？哦，队长，队长两张了、哎，可以偷钱了。白痴偷钱，兑换酱油。然后我要拿一块，那我就赚一块钱，要求不多。小雨。我哪一块？为什么你要迟疑一下？我在想我哪一块是脸亏。来，我要花三块钱。嗯嗯，刺杀凡刺杀杰克。哦哦，杰克哦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好来。杰克，我帮你挡，我有伯爵夫人。好，我不相信你那个是伯爵夫人。你真的不相信吗？你确定？我真的不相信。你翻了？你确定？你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你把你的黑肉丢出来了。你最爱的黑肉，没有，那就直接死掉了，下去了。嗯，你竟然这么舍得。他要回家，他要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一张。黑肉回来吧。我是伯爵夫，不是，我是这个公爵。伯爵。我是不是啊？我是公爵。我不敢。伯爵夫人出来接的客，让我怀疑你。哦，有人讲到了，有怀疑哦。谁怀疑？我你不要怀疑啦，你不要啦，你不要啦，我你不要怀疑啦，就是你啦，完了，啊，哇，你不能赚钱了，没得赚钱了，哎呦，杰克，问我吗？哎呦，我想想啊。我是刺客，我要刺杀哈基。跟我什么关系？你也能叫阻止我？伯爵夫人啊，有没有帮我挡？有没有帮我挡？我帮你挡。哇！我要相信那个是伯爵夫人吗？相信我吗？就是我质疑，我质疑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来，交给我。你真的要质疑吗？好了，帮了，快点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杰克的话，我这样我就没事，我不用先啊。杰克就没事、啊，对，杰克不用先、啊，因为是有人帮他自己、啊。没关系，可是他三块还是要丢。对，嗯。我快笑傻眼，真的是笑死。不用傻，等下会更好笑。好啦，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质疑吗？拿没有啊？不拿，啊，不质疑哦。好，我看看哈，四张大使啊，不用再看了、啊。怎么样交互换牌啊？就是在手上的时候啊，全部光好用啊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嗯，全啊。OK， 好了，够了，波波不要，现在波波不要，波波停，波波停，波波停 ，Stop。啊、不要在那边！等下怎么有人在玩硬币啊？我在洗钱，我在洗钱。你这种洗钱的嫌疑哦，到你！我要发动政变。我要把伯爵夫人买出来。拜拜！我要救允月。哎呦！我要救允月，又抽回来公爵了。
我的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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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钱
术业有双功，术业有双头。那我要偷你两块钱。谁？我要偷。对，我是大使，防止偷窃。啊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。现在看来，阵营已经拉清楚了。拉清楚了，真的。阵营已经出现了。我被提起扣。我要拿一块。啊，换杰克。好。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笑到我大手软，我天，瞧一下。那我大手。感谢海豚的二十颗星星。天哪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要不要帮你洗牌？我可以带了。这边很危险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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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奇现在里面的牌是什么。真的。刚刚杰克要刺杀我，然后繁星救了我一命，然后结果政变我。不行，你要死在他手上。对，你是我要杀的人。好，由我杀你。你是我的。哎、欸，连续被两个人政变哎。好啦。那个啦，市井小民赚钱啦，好不好？好。赚钱。不好不好。谢谢。嗯。好啦。市井小民也赚一下啦，太多市井小民。来换影月赚三块钱，影月市井小民嘛，是啊，我是市井小民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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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只是个普通的。这场有五个市井小民，没问题。这场有五个，没问题。市井小民了，什么鬼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假的，有一个是假的，没有问题。你想质疑谁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要等一下，我要再看。我赚了一块，我赚了一块。我觉得团团比较像假的啦，我觉得团团好奇怪啊。哈？你不要质疑他，就直接质疑啊。我拿一块，我拿一块。哦，那换我要拿一块。嗯。好，换几个。你要拿三块吗？没有啊，换牌。那继续换牌。我要继续换牌。我来看一下，我只是看一下而已。哦，是不是做大使啊？哦。不得了了，这个不得了，里面很不得了，还是谁很不得了？对，里面很不得了，有神之卡，哦、对，里面有欧西里斯天空龙，哇哦，那我要抽到它，我要把公爵换成大使，里面有古龙吗？里面有七眼白龙，想一下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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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想，你慢想，你慢想，慢慢想，就两张伯爵夫人，好了啦，我好了，你好了，你好了，收回，换一句，换一句。换我了是不是？赚钱，钱赚够了，我要来换牌，来换牌了，太差劲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还没看到，我还没看到。好，我要抽了。好，啊，这是，好，好，哼，好的，Stop。你刚刚是不是钱骗完了，所以可以换牌了？可以换牌了，抓到就是你。你刚刚是不是没有公爵？哦，有了，来，就是你骗完了，骗完了。我要政变你，来，你要政变我是不是？下一回合，来来来来来，下一回合，你等我，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说好的哦。只有我能政变你，好，那其他的政变我要怎么办呢？我就政变他。哎，所以我结束了啊，换你，好了，换雨月了，好，换雨月啊。啊，现在我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七块了耶！我可以去花钱了，真的，我来看看哦，你看看啊。还有两个人，三个人有两张、欸，三个人两张。那么，团团下去一张。哎呦，繁星，你看到了，有人抢你猎物哦。抢你猎物。可是我们是同盟哎、
OK， 没问题。你用桃花打击吗？来，夫人在这哦，夫人在这哦，哦，夫人在这哦。现在伯爵夫人哦，还有三张哎，不，团团被弄了。你还可以弄一次，那我弄波波，换战友。哎，不要，好的，不要管我，请当我不存在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为什么没拿到钱啊？就是刷低自己存在感就对了。嗯，对。他已经默默的快存到七块，你知道吗？殊不知，到尾都没有攻击哪一颗。殊不知你是最明亮的那一颗。我要发动政变，没有了。哎，为什么按 F 他没到？哦，没事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杀谁？杀！我要刺杀团团。哦，你要杀我？好，你杀，你杀，你杀！来这里，有人帮挡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没有挡啊？啊！他已经丢出来结束了。没有啊，没有人马上说要挡，我就当成没有人要帮我挡。哎，我都还没按 A 组哎。没有，你要先讲，你要先讲。对啊，你要先讲。对啊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死掉啊！他已经翻牌了，就是。死掉，死掉，死掉！我帮你把波波送下去。我知道，知道死掉。不用，不用，没人质疑啊。不用，不用，没人质疑你啊，你就放回去啊。我是大师，我继续看一下。你在画大师吗？不是，你在画公爵。太无聊。对呀，他在画公爵。哈哈哈哈哈！画一张谁拿了三块钱？没有公爵就自己画一张，多拿一张。真的？哎，怎么画？我不会用用。拿笔啊。左边有笔。左边第二个有笔。有。好。我要花钱。什么叉叉？酱油下去。啊！等一下啊，我换回手，把你的手换回来。还想画图啊？哦 ，eraser。画图，画图，我看一下。公爵夫人呐，拿出来了啦！公爵夫人交出来。好，交出来，交出来。公爵夫人来了。用七块钱买女人。用七块哦，好奇怪哦！你已经画超过允月的地方了，哎，你在宣战的对不对？没有，等一下我赚够钱就完蛋了。哎，这很可爱耶，这是团团，哪里像啊？团团的墓碑。战友换你。啊！你还画？换你了，换你了，加油！攻杀喂，我直接给你乱画。我很生气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如何是好，所以我就再拿一块吧。Oh my god！ 那我要哪一块？哇，这两个人都可以弄一个人哦。你今天真的好，杰克。哎，杰克还有两块。所以刚刚还有人在拿三块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这个、啊，我再拿三块、啊，我也再拿三块啊，你要拿三块，不要阻止我啦，拜托啦，给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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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呢，给你呢，我是给你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啊，我就是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拿三你把，我感觉不用拿了啊，还是我要变成大使嘞。死了吗？变成是转职了，转职了。好啦，不然我今天当大使好了，你们要质疑我？我质疑你弄我，我还让你拿卡哎、欸，我还让你拿钱呢、欸，你质疑我？你看这个人，我弄你，我弄你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拿一下。好啦，那这两个一定有一个是那个啊。我知道杰克想赢，所以先弄死我。没有，三个公爵，再让我赚赚钱嘛哈。怎么可能拿两张公爵啊？真的有点扯哎。再让我赚赚钱也不一定啊。就看没有波波你就质疑啊，你一定还有权利。对啊。我想玩多一点，我想玩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哦。啊，叫我们都一张卡，杰克啊，先截出杰克。哎，你们两个女生直接弄死他就好了。送下去耶！哇，对，送下去耶！然后隐约再弄死你们俩其中一个，有没有？对，对啊，这样不行。那我应该是直接弄死隐约，让小雨弄杰克。这是皮卡丘，可以叫他轮次弄不到我们。对啊，好啊，那我弄隐约。可是刚刚小雨不是真的是两个是要帮隐约吗？太扯了，太扯了。
正辩他没办法帮啊。对啊，渣男，渣男，渣男啊，渣男。那我要弄杰克。我想一下哦，哪一张出去啊？人家是竹子哦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一块钱丢不进去。满出来了啦，钱满出来了，袋子满了，袋子满了，袋子满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需要这个竹子。现在大家可以拿两块钱了。等一下，不要乱画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画这个。你要画什么？袋子满了。哎、欸，大家都可以拿两块。我画那个、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把我的传承给你。啊，可以拿两块？为什么？都可以拿了、啊。没有。没公爵啦。没公爵，没公爵。就出来啦。谁敢跳的话是公爵，直接指一下他就爆了。我的公爵转职失败了，哆啦 A 梦吗？公爵转职失败。那我要偷杰克一块。杰克。哎，杰克干嘛？杰克刚拿两块啊。对，我拿两块。等下哈基，你是代打吗？你怎么画的这么好？偷他两块。哎、欸，什么？我也是很厉害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厉害啊。这个是那个沙男。沙男哎、欸嗯，那我拿两块。这就是要把我弄掉的事了啦！没有啦，我们怎么会？你为什么是拿桌面上的牌？没有，我不是拿桌面的牌、啊。你画的好白痴哦，按错了。我是暗杀星，我要来杀杰克。你要杀杰克？杰克惊悚 A 梦，我不相信、嗯。你不相信？哇哇哇！那你这个洗进去。耶、yeah, ！我不要，拜托不要大死。杰克，为什么阻止我转职？因为大死有很多。因为我这一场如果当大死，我就可以扮演四个职业了、欸。哎，那换到 you， 差一点点就可以扮四个。换、啊、我们三个美女在决斗。那我就忘了换，我拿两块。那我也拿两块。可以拿两块、欸。有人偷钱会很。谁先政变完啊？是不是？嗯还有一张刺客、啊。有船长很强哎、欸。对啦，船长在这个时期很强啦，因为、啊、现在是最后一张偷就好了。对吼，包包是刺客哈。他刚刚换了。现在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，没翻过牌啊。我是为了一次安全，我要偷两块。嗯你好坏，赚不到钱了，完了，完蛋了。你完了，你赚不到钱了，赚不到、啊，真的耶，变水质。对啊，那我拿一块，你就不能拿两块了哦。你好聪明哦，我去，哇塞，他只能拿小雨的钱了，哎，你好聪明哦。那我只能拿小雨的钱，快点啊！你们两个互打，先不要理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吸口香，把我弄掉。我没拿我，那我再拿两块。那我再拿一個，我不行，不能换。那就没差，就换波波，看你哪一块两块都没差。那我是大死，我要换牌。哈哈，继续弄小雨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你大死还可以防偷。哦，是我啊，对耶，大死可以防偷诶，把他要忘，那你刚刚没有忘记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帮小雨防偷诶、啊。他不会帮小雨是从银行拿。对、啊，而且我是从银行拿。我说如果谁把他画哭了？哦，你说上一回合好？对啊，你、欸、那个毛也太长了吧，哈基。你的毛怎么折？好了，那这样又可以弄了啦。我就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样吗？你要七个，七块啊。七个，那我就把。你要想清楚哦。你要想清楚，这很关键哦。三月二号还要去吃，只要弄错了你就输了、哦。弄错了你就下去了，一定输哦。对，对，我们三月二号还要去吃海底捞哦。哎，这太场外了吧？场外。对啊，我要把包包弄掉。完了，你怎么？好了，没海底捞吃了。酱油下去，酱油下去。不会，没海底，咪噜，没海底捞吃了。如果他那个什么，他有防偷，我就下去了。对，对啊，可是我没有啊。哇，那爆炸，那爆炸，酱油，那就拿两块，我就再拿两块。对啊，我一直减一啊，没有用。啊，那你修卡了吧？对啊，你可以骗他，你也是船长啊。你怎么转职了？转回去啊，没有船长了，他手上是船长啊。一二三，哎，对呀，没有，跟你讲，他不会玩这款游戏，你可以骗他。你可以说你是大使吧，大使也可是防偷啊。对啊，你可以选你是大使，大使只出现两张。对啊，而且场上大使只有两个。对啊，就比较还蛮好骗。那就看这个，
好，开了，直接开啦，大家都结束了，你们要继续吗？都结束啦，直接开啦，对啊，开了，开了，直接开了，真的吗？哎，早知道我就他妈两张在下面嘛，不是我跟你知道我刚刚拿一张大纸，然后三张在里面，哦，我想说有谁敢大手就抓谁。我想说还会有人抓到刺客，所以我就留着。哎、欸，那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开始的配置好不好？我、刚开始是这一张跟这一张，我一直从头到尾都在装公爵啦。我就觉得你怪怪的，然后你就秒换牌，秒没有啦，因为想说想要拿那个队长开始偷钱，可是就拿不到，就被杀掉了。就偷钱，我拿一块没有用啊。对啊，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应该不会有人挡我的，拿一块会被偷两块走啊。对啊，我拿一块被偷两块也没有差。对啊，其实没有更亏啊，更亏。对啊，你可以选择像我一样，不要。没有，可是我场上本来就有钱。你想要玩那阵营啊？那我们现在是玩普通的。阵营的话就是就都一样，只是差别是在于有阵营这样吗？没有，阵营的话就假如我跟你同阵营，我不能弄你，我不能偷你，我不能看你牌，我不能。刺你，啊、可以救他，可以不选择不救，对不对？可以选择不救，啊，可以救对手，救对手，你确定你是怎样？没有，因为你只要花一块，你就可以换阵营哦。你花两块，你就可以帮别人换阵营哦。哦，不是啊啊，可以不一定要救同阵营的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。哦，对啊，你可以当个叛徒，你可以叛徒。今天看这个姐妹不爽。可以不救，可是不那就是你下一个你同阵营的把你换掉，下一個他就把你换掉。但是反正就是同阵营的人不可以互相搞，就是偷杀跟政变。啊，因为多人的话会把大使换成审判官。嗯哦，然后审判官他技能就变两个，一个就是换牌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别人手牌。哦，他可以看别人手牌啊。对，而且看完之后可以说要换呢。哦，真的，看完之后可以选择是否帮他更换，帮他更换哦。哎、欸，那张太强了吧？很强啊，那、这张就变比较强一点了。哇，还可以直接知道对方什么牌，让他决定要不要把它丢掉、欸。哎，对，那换完是他自己抽两牌，审判官就不能看了吧？对啊，不能看了。嗯，换了就不能看了。Okay.好复杂哦，来一场看看好不好？那个十点多了，对啊，十点多，不然下一次吧，下一次吧，下一次吧，等还有录影团，辛苦了。请问这是静香吗？啦，哪里？静香团，静香团吗？可是他头上怎么是哈记啊？头上是箱子耶，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魔法咪咪拿的是鸡腿？他以为鸡腿啊，他是鸡腿。好啦，休息啦。怎么有点像面包超人啊？拜拜。哎，可以教他怎么翻的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这又关下一次游玩的。我要去查啦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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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又学到了啊！好啦，今天又学到了新的游戏。